吃冰淇淋，怎么能瞒得过我呢？小哥哥，你可真是神机妙算的。今天要吃什么鸡？看看看，你看什么看呀？就知道看。等抓到了熊大鸡，要烤要煮，还不是随你吗？好冷啊！船没了，河水还流得这么急，太危险，太危险了！可是我又很想吃冰淇淋，为了肚子，我也要拼一拼。那块浮冰刚好当船用，就是它了。为了我的肚子，为了我的冰淇淋，中年人的火焰，燃烧吧！都是你这个笨蛋，不好好的开船。树哥哥，我哪知道前面有冰山呢？笨蛋，都是你！现在我们还怎么抓鸡呀？刚刚那是什么？是熊大鸡。天赐良机呀，四大祖先保佑，这次一定抓到鸡，快追上去。瘦哥哥怎么办呢？我们就乘那块浮冰向前冲啊。右手滑，好冷啊。幸亏这里是顺流，省了不少功夫呢。熊大鸡，看你往哪儿跑！抓住了你，就做速冻小鸡。又是这两只火鼠狼！有漩涡！不是吧？前有险阻，后有追兵，这下完蛋了！千万别被前面的漩涡给卷进去呀！我滑，我滑，我滑！树哥哥，别滑了！你看，熊大鸡滑回来了。滑滑滑！熊大鸡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一定是知道跑不出我瘦高高的手掌心，所以来投降的吧？树哥哥，不是他要溜，是我们要被卷进漩涡了。漩涡？什么漩涡？绝对不能被卷进去呀！进去了，小命就没了。快呼呼，快滑！是呀，呀！不行了，太累了。好吧，那我就试一试。不是，也不是。对了。成功了，拜拜黄鼠狼。树哥哥快看，熊大鸡他这个办法不错，能省不少力气呢。我们也用这招，胖乎乎再坚持一下，看我的。嘿嘿，熊大鸡都能做到的事我们也能。成功了。瘦高高，你真是太厉害了。那是当然啦。
为什么总是这样啊？救命啊！呀呀呀呀呀！终于到了，冰淇淋，我来啦！冰淇淋，冰淇淋，冰淇淋！熊大姐果然就在这儿。冰就是不好爬。哎，我有凿子，嘿嘿嘿，呀呀呀，哈哈哈！好姑姑，趁现在，我们去把它抓住。好嘞。树哥哥，这，快闪开！这里好像不安全啊。我也看到了，快逃啊！树哥哥，等等我！不是吧？熊大吉！为什么我们总是这么惨呢？瘦高高呢？瘦高高，你在里面吗？我在里面被卡住了，胖乎乎，快救我出去！说什么呢？瘦高高，你大点声，我听不见。快想办法把我弄出去！你这个笨蛋！哦，我知道了，让我看看这个，不行，没错，就是他了。嘿嘿嘿嘿，瘦高高，你马上就可以出来了。怎么回事啊？难道是坏了？雪崩！怎么好好的突然就雪崩了呀？干了什么呀？刚刚我一直在想办法救你出来呀。我快受不了了，编剧就不能给我安排个聪明点的搭档吗？什么声音？快看，熊大姐过来了。雪崩来了。雪崩运气真好，居然坐上了一辆滑雪车。好快好快呀，感觉像是飞起来了。熊大鸡，这次看你往哪儿跑。我能跑。熊大鸡，你给我站住。这两个家伙还跟着呢，真讨厌。看我的。前面
的是水鸟、啊啊、快快停一下啦、哎想跑，我一定要抓到你。挺起胸，别再犹豫，在大草原上驾驶着轰炸机。睁开眼，这是哪里？正待在鲸鱼肚子里。